我要开始咬了吗？逼人哦！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反差多变，摩羯座。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？我像蛇。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。小时候最开心是第一次去小人国，然后长大觉得平安健康就快乐。最喜欢的明星？好难。我是不是摇呼啦圈？美丽史翠跟 Amy Winehouse。Hugh Jackman， 还有强尼戴普。最喜欢的电影有两部哎，《Never Let Me Go》那个《别让我走》，还有《花神咖啡馆》。现在脑中浮现了一首《花语》。啦啦啦啦，尽情摇摆。三种最喜欢的运动：游泳、排球，然后骑脚踏车。要把自己准备好，知道自己特色在哪里，但是不要想不开，这一行心脏要很大。终于结束了，恭喜你完成了。耶、yeah! ！哎呦，好逼人哦，第一次就站在摇呼啦圈。我原本想说是那种重的那一种，结果是超轻的，谁摇得起来来你摇，来你摇。